那么1公分的结节病理是微浸润还是属于 1A7 的啊？微浸润就是这个病理浸润的成分小于5毫米嘛。那么您是1公分，所以还是属于 T1 啊 A 的这个范畴，所以就是 1A7 的 1A17 最早期的这种，做完手术基本治好了，完全治好了，所以不用担心，这种是能治好的肺癌。虽然报了癌字，但是跟一般老百姓理解的癌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您这种情况手术切除基本上就治好了啊，不用担心了。您只需要每年定期复查就可以了。我经常说原位癌微浸润癌做完手术您就当没生过病一样，该干啥干啥啊。前几次直播也有几个朋友在问说能不能生孩子，可以生啊，响应国家号召生3胎能生，您就是一个正常人，不要把自己当病人看。